have done it. And they equal Zhang Nan and Zhang Yiming with a third gold medal as a pair. 我觉得我们还是离不开彼此吧。我觉得我们的打法非常的互补，然后呢，可能我们分开了之后，效果其实并没有我们两个组队那么理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命中注定的吧，嗯。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保持冲劲嘛，我们一定要去跟所有的球员站在同一个起跑线，去冲击每一场比赛，去冲击每一站比赛，然后去冲击这个奥运资格。嗯。And they do it. The dream of the 1,000 slam. 其实我们没有太想着我们就是世界排名第一，因为我觉得现在，很多队混双，无论是各个国家的混双，我觉得都是冲劲非常的足，然后也不是那么的好打，所以我们每一次也是需要去做很困难的准备，然后非常做严谨的一些那个困难准备，才能去去和他们对抗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，压力是一定有的，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是推动我们的压力。